龙腾传佳音，盛世欢歌庆新春。大家好，2022英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又即将和大家见面了。现在我们正在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的排练现场，美国中华国乐团的音乐家们，还有海外乐剧联盟的戏曲名家们，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排练。现在外面虽然只有40几度，但是我们的排练场却是热情似火，因为艺术是认真的。期待大家1月8号和我们共聚盛宴。我是美国中华国乐团团长向琴，我是中华国乐团陈意涵，我是马梅耶，我是梁云和，我是陈新生，嗨，我是徐乐燕，我是中华国乐团的范军，我是王登顺，我是中华国乐团王铁兵，我是邓志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杜丹妮，我是中华国乐团的徐凤，我叫潘晨月，我是田海瑶，我是古筝乐手 Annie 周，我是耿爽，我是美国梅拉诺演艺集团大提琴手陆梅，我是中华国乐团中远乐手郑雪梅，我是中华国乐团的老刘刘启超，我是朱红浅，我是杨德书，我是田宝荣，我是林秀玲，我是中华国乐团的王义强，我是林玉泉，我是尹鹤天小天，我是刘子豪，我是黄叶，我是美国中华国乐团古筝演员陈浩伟，我是中华国乐团的键盘手胡静元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雅梅，我是周琴，我是董志平。新的一年又即将来临，我代表美国中华国乐团的全体同仁恭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我祝各位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新春来临之际，我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，万事如意。祝大家新年平安快乐，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平安快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支持新春佳节之际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阖家欢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祝大家新春愉快，平安健康。在新的一年，祝大家吃好喝好，身体健康。祝大家今年多添善念，福寿相随。祝愿大家新春愉快，祝大家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平安健康。祝大家新年愉快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团圆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祝大家新春愉快，身体健康。祝大家节日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阖家欢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 Compass 公司的高阳，预祝英飞龙腾2022
新年新春音乐会圆满成功。在这新年之际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记得要来看我们2022年的莺飞龙腾的新年音乐会哦。